欸，太帅喎，哦，OK 啦，欸，sorry， 卒之都轮到我啦，我想讲，即系我曾经咧狠狠咁投诉过，点解每一次有靓女嘉宾啊、靓女主持啊，点解咁啱咁巧都系冇我份？系啦，系啦，我想跟住今日系众多玩具 TV 嘅兄弟，好我做得好出面咁样，将我推上前边，咁我有机会同 Pucky 小姐今日做呢个访问嘅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点啊？嗰个今呢两日嗰个展览嗰，那个觉得个成绩如何？好攰啊！你睇下我哋啲男主持，你睇下啊，唔系，但系你睇下阿 Cool 嗰个双眼皮已经变咗四眼皮啦，你睇佢嗰种。但系好开心。系啊，阿 Cool 嗰个好性感嘅倦意咧，睇到我毛管冻。好，咁啊，首先睇介绍下啲作品先啦。咁今次你带咗其实就唔算多喎，所以嚟排队嘅人咧系争掹头嘅。咁我哋。看一看最近我這隻先啦，你可不可以講一講這個產品？這隻就是跟我師傅 Kenny Wong 合作做的一個polystone 的 figure， 我們這個是 Toy Show 首次發售的第二版的夢森林。你跟他一起做，其實那個分工是怎樣的？其實我們呢想那個造型呢就會一起想了很久，可能 Q 了很多個造型，去到一個我哋兩個都覺得大家都好中意嘅，咁跟住就一齊將佢畫出嚟。咁當然佢畫翻佢嗰個部分，我又畫翻我的部分。咁其實呢隻嘢都好講到我哋嘅關係嘅，因為我就成日煩住佢噶嘛，咁佢就好唔耐煩。所以而家即係呢啲設計師嘅玩具咧，係有好多個人嘅情感放咗落去，即係係好一個好 personal 嘅作品嚟。咁我覺得呢隻 figure 都講到我哋嘅師徒關係。不過即係有啲掃興嘅就係已經買曬啦。佢本身有幾多件啊？你今次帶咗？我哋其實係有150件，但係會場就100件咁樣。會哦，咁仲有50件係仲有機會可以買到。係啦，係啦。OK， 係未知幾時？未知。咁跟住隔離嗰個有少少似歐洲小丑嘅。一個設計啦，係啊，呢只係叫做太空小丑啦。咁我呢個係出到第三版。咁我今次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塊面咧有一個心心同一滴眼淚，就叫做愛與恐懼版。咁就係有少少擺咗我自己一啲message 落去啦。有啲少女情懷喎，係唔好意思，呢啲係啲 uncle 嗰啲 comment， 咦，有啲少女情懷喎，咁樣好係老土啊 ，sorry。哇，雖然係咁，但係都大部分係男仔買嘅。係咁係啊，我覺得因為係啊，佢嗰、那個你嗰個金屬色咧，可能男仔會中意，覺得好有實在感。其實係 polystone 嚟嘅，係 polystone 嚟嘅，係啊。咁我知，其實我仲有三隻係得 one off 嘅小丑，就係今次 Toy Show 有個環節叫做 Night Market 啦，就係俾一啲放咗工先買到，就七點後先公開發售。咁我呢個就係每一隻都係得一隻嘅啫，咁佢嗰個名字就叫做暗黑星空版。咦？咁即係尋日啲人嚟排曬長龍，但其實只係得一個機會，三個機會可以買到其中一隻啦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就用咗一個抽選，即係全部人排隊，佢哋都可以抽一個號碼，咁即係最後睇下邊三個抽中咁樣。呢個玩法咧，其實我以前未接觸過，其實而家玩玩具咧都幾辛苦㗎，係啊係啊。睇運氣。嚇！哇！即係你有一種諗法，抽落。哎呀，可能收唔到聲啊，收唔到音啊，阿嘉啱話係以抽即係 bingo 嗰種玩法，係啲外國人我嚟即係抽獎嗰種玩法，係畫數字定唔知點樣樣噶嘛，嚇畫數字咁樣抽，即係玩埋遊戲。所以其實我呢啲幾日嚟到咧，發覺咧其實嚟玩睇膠同埋買膠嘅人咧，係可以話佔咗一半以上啦，嚇大部分都有好多，同埋係。啲潮男潮女啊，型男索女嚟玩嘅，呢個係一個新嘅現象。我呢啲叫老姣，係另外一樣嘢嚟嘅。我呢叫發老姣，係我屋企遺傳病嚟噶。咁咁仲有兩隻嘅，咁就比較重嗰、那個好似點講咧，平面畫將佢立體化嗰種感覺嘅。咁呢兩隻咧叫做 Fat Fairy， 係我新出產品啦。咁綠色嗰只係上次台灣就第一次發售，咁都賣曬。咁呢兩隻就係浪膠嘅。咁呢隻粉紅色就係今次 Toy Show 嘅新嘅版本咯。
因为我真的不识咧，我想问一下你点可以上色上到个渐变咁细致嘅咧？系喷啦、油啊，定系点样噶？其实呢只系喷加油。哦、我而家通常啲 figure 都会沟埋两种玩法嘅。咁、系首先喷咗个渐变色，跟住再加翻啲细位嗰啲线啊，嗰啲黑诶，嗰啲渗即我用模型嗰啲口吻渗线都有渗线，再画翻啲 detail 啊。出嚟的感覺就好有那種你那些acrylic 作品那係啦，重現翻嗰種平面的感覺出嚟。因為我好想我嗰啲作立體作品可以好似喺個畫度走出嚟咁樣，所以想做翻多啲 texture。咁我感覺都好成功咯，即係你想達到個效果係完全達到咗，即係好好明顯係一個畫開畫嘅人，跟住再去而家去玩埋 3D， 而係好依依不捨嗰個 2D 嗰個效果就想做翻出嚟，咁啊好成功。因為我好話，我覺得兩樣嘢其實好聯繫嘅，即係立體同埋平面嗰個世界。咁如果我見到仲有其他嘅一啲類似 souvenir 啦，有卡啦呢邊。因為畫始終有背景咧，更加睇到即係你嗰個美術嘅世界啦。啊，呢邊有啲大張啲嘅。呢度比較地方狹窄。我見到你啲姊妹喺度幫你喎。係有編紙啊，好靚啊。係咯，咁都係除咗畫畫之外，想有啲嘢可以做埋 product， 咁又有啲實用性啊。咁呢啲係一啲 art queen， 就啲人都中意買翻去，可能框起掛喺個。咁有興趣嘅師兄咧，或者師姐，可能有師兄有師姐啊，而家咁啊，快啲嚟啦！因為如果聽日先至嚟咧，其實真係會所餘無幾噶啦啲嘢。咁而家呢一對應該仲有係嘛？仲有得賣啊？還是全部已經賣曬啦？呢個仲有得翻粉紅色嘅肥 fat fairy。fat fairy 剩翻呢只咋？真係係啊，剩翻呢一隻。哦，咁好啦。剩翻呢只咋，其他啲已經俾人搶購曬啦。咁其實喺呢個會場咧，好多好多好多產品都係俾人呢兩日已經係俾人好快手咁樣認購咗嘅。咁但係就算趕唔切買都可以趕嚟睇啦。咁下次再有機會再嚟搶過啦。咁今日多謝曬你啦，多謝曬，快啲嚟睇啦。好啦，跟住再見，拜拜。我做啊，竟然。怎樣的？我不是很熟啊，我是什麼啊？我是這樣還是這樣啊？我是這樣啊，跟住你是手指公啊，應該是啊， sorry 啊，我被人玩了，人家的愧對鄉親父老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不是本地人來的，實質我不是在這裡帶的，拜拜。